所以这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YC Onion 松塔 Pineta Peak Tripod。就是这一个东西，这个就是这个东西，这是我们的 YC Onion， 就是这个东西，这是我们的 YC Onion Pineta。这就是这个东西，这是我们的 YC Onion Pineta Peak Tripod， 就是松塔巅峰三脚架。就是这个东东，这是我们的 YC Onion Pineta Peak Tripod 松塔巅峰三脚架。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吧。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我们的 YC Onion 的 P。就是这个 YC Onion 的 Pineta Peak Tripod， 看得到吗？就是这个东西，这是我们的，就是这个东西，这就是我们的 YC Onion Pineta Peak Tripod 松塔巅峰三脚架。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吧。就是这个东西，这就是我们的 YC Onion Peak。就是这个东西，这是我们的 Pineta。就是这个东西，这是我们的 YC Onion Pineta Peak Tripod 松塔巅峰三脚架。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吧。就是这个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就是这个东西，这是我们的 YC Onion Pineta Peak Tripod。松塔巅峰三脚架，那我们就来开箱吧。OK， 盒子里面有另外一个盒子。OK， 盒子里面有另外一个盒子。
欸，那这里有一个脚架的收纳袋。OK， 这里有一个整个的。OK， 那这里有一个。OK， 那这里有一个完整的脚架收纳袋。OK， 那这里有一个完整的脚架收纳袋。OK， 那这里有一个完整的脚架收纳袋，那它有一个提把可以提，然后也有一个背带可以背。这个拉链算是还蛮，这拉链算是还蛮滑顺的。虽然这个拉链没有什么品牌，但是它的，拉链算是蛮滑顺的。那这个收纳袋算，就是它的。那这个收纳袋算是还蛮高的，就是它上面还有预留一个20公分左右的地方，可以让你放油压云台啊，或者是你各种云台想要塞进去都可以，只要在20公分以内，都可以一起塞到这个脚架袋子里面。那这个脚架袋算是蛮长的，就是它还有预留一个20公分左右的空间，让你放你的油压云台啊，或各种云台都可以。那它上面还有设计一个地方，就是来保护你云台，不要避免它碰撞。那这个脚架袋子算是蛮长的，因为它在上面预留一个差不多20公分左右的空间，让你放你的油压云台啊，或者是各种摄影云台都可以。那上面还非常贴心的给你一个软软的泡棉隔层，就是让你保护你的云台不要在运送中碰撞，这还蛮用心的。OK， 这是我们的松塔脚架啦。OK， 这就是我们的 OK， 这就是我们的松塔脚架啦 ，Pineta。OK， 这就是我们的 OK， 这就是我们的松塔脚架啦。OK， 这就是我们的 YC Union Pineta Tripod。这就是我们的 YC Union Pineta Tripod。OK， 这就是我们的 YC Union Pineta Tripod。那这个是我在今年2023年 NAB Show 在 Las Vegas NAB。OK， 这就是我们的 Pineta Tripod。OK， 这就是我们的 Pineta Tripod。那这个脚架呢，是我今年在OK， 这就是我们的 Pineta Tripod。那这个脚架是今年2023年我
NAB show Las Vegas NAB show 看到的。OK， 这是我们的。OK， 这是我们的 YC Union Pineta Tripod， 那这是超级新、超级酷炫的弹。OK， 这是我们的 G。OK， 这是我们的 YC Union Pineta Tripod， 那这是今年2023年我在 Las Vegas NAB Show 的时候看到的全新的 YC Union 的三脚架，那现在终于入手啦。那我们来好好跟大家分享。OK， 这是我们的 YC Union Pineta Tripod。OK， 这是我们的镜。OK， 这是我们的 YC Union Pineta Tripod。那么是 OK， 这是我们的 OK， 这是我们的 YC Union Pineta Tripod。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YC Union Pineta Tripod。OK， 这是我们今天的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YC Union Pineta Tripod。那这个收纳袋里面最后还有一个拉链隔层，里面还有一些我们的小配件。有一些螺丝跟六角扳手，有一本说明书，有一个脚钉，就是你如果在沙滩啊或者是泥土里面，你可以换你的三脚架的脚变成这种钉子状的。然后还有附给你一个圆头的脚，就是如果你不喜欢那种。原本上面这种可以调整角度的这种脚的话，这种原本像。原本这种可以调整角度的脚的话，原本上面已经套好了这种可以调整角度的脚的话，你可以直接换成这种固定脚的脚，就是看个人喜好了。然后还有另外一本说明书，然后没了。好，我们直接玩一下这只三脚架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这个超快的调整高度系统。完美，这样已经升到最高高度了，就是这么轻松。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玩一下这个三脚架。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玩一下这个 Pineta 三脚架最有。那我们就直接先来玩一下我们这个 Pineta 三脚架最有趣的功能，就是我们这个快速调整高度的系统。那我们就直接来玩一下。那我们就直接先来玩一下我们这个，那我们就直接来玩一下这个脚架最有特色的这个快速高度调整的系统。那我们就直接来玩一下这个脚架最特别的功能，就是我们高度。那我们就直接来玩一下。那我们就直接来玩一下这个脚架最特别的功能，就是我们快速调整高度的这个系统。Jesus Christ！ 那我们就直接来玩一下这个三脚架最酷炫的功能，就是我们的快速升高洗。那我们就直接来玩一下这个脚架最酷炫的功能，就是我们的快速调整高度的系统。那我们就直接来玩一下这个脚架最特别的功能，就是我们的高。那我们就直接来玩一下这个脚架最特别的功能，就是我们的高度。那我们就直接来玩一下这个脚架最特别的功能，就是它的最。那我们就直接来玩一下这个脚架最特别的功能，就是它的快速高度调整的系统。搞定。那我们
们就直接来玩一下这个三脚架最可，那我们就直接来玩一下这个三脚架最特别的功能，就是它的快速高度调整系统。完成，从最低到最高，就这样瞬间搞定，超级快速。这样子任何的高度调整都只要用上面这个板扣来调整就好，你不需要弯腰再去那里慢慢的锁紧你的三脚架，再去那里哦怎么慢慢调整，然后哦又要再微调，哦又要再锁紧这边，哎这边也没锁紧，这些问题都完全消失了。好了，我已经发现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太喜欢这个可以调整角度的这个脚，我们就直接把它换成我们刚刚讲的。好了，我已经发现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个人不太喜欢这个可以调整角度的这个脚，这个、可能比较偏向室内使用，就是真的是很平整的地板啊，对。好了，我已经发现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太喜欢这个调整角度的这个脚。这可能是用在室内吧，就是真的很完整、非常平整的地板。那你用这个脚啊，还 OK。但是你如果要在一些变化啊，有石头啊，或者是不平稳的表面，好，我已经发现第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不太喜欢这个可以调整角度的这个脚，我要直接把它换成另外一个里面附的这种固定角度的脚，试试看会不会有什么改。好了，我已经发现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太喜欢它原本附的这一个可以调整角度的这个脚，我觉得有的时候可以放在。好，我已经发现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太喜欢这个可以调整角度的这个脚，因为有的时候你在快速放到地上啊，结果它就这样歪一个歪一边，然后结果就是你还要再弯一下腰再去调整它，很麻烦，所以我直接把它换成我们里面附的另外一种脚试试看。
我把它全部都换成这种圆头的。好了，我把所有的角都换成这种圆头的固定形状的圆头软 Q 的头。好了，我把所有的角全部都换成这种圆头的角胶。好了，我把所有的角都换成这种圆头软 Q 的角，我叫它万用角胶。好了，我把我们所有的角，我们把所有的角全部换成这种固定的软 Q 的角，我叫它万用角胶，就是我还蛮喜欢这种固定型啊。好了，我把所有的角全部都换成这种万用的。好，我把所有的角全部都换成这种固定型的万用，我叫它万用角胶，因为我觉得真的还蛮万用的，就不管，除非你在一些湿湿的环境，可能用脚钉之外，其他的情况都可以用这种软 Q 的脚，应该就可以打遍天下了。好了，我把所有的脚全部都换成这种固定形状的软 Q 脚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万用的脚，我叫它万用脚好了，因为几乎可以打遍天下，就是你不管是在各种环境都可以派上用场，除非你是在一些湿湿的环境啊，那你可能用脚钉会比较适合。那其他的环境 90% 的状况，这种固定形状的软 Q 脚胶还蛮赞的，那很棒，它有在附在袋子里面，不用你另外购买。好，那我们接着来分享一下，这个三脚架的一些功能的部分。接着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三脚架的外观部分。那上面这里，因为我是买碳纤维版本，那上面是附一个标准的 coconut 那个椰子云台，就是你可以去微调，因为像碗弓。不，它就是碗弓，但是你可以快速调整角度的碗弓，就你只要松开拨杆，你就可以调整角度的碗弓。啊，虽然它没有办法跟，好，那我们就直接来分享这个三脚架的外观，还有一些功能部分。像上面这里有一个云台，因为我买的是碳纤维版本，那它就是标配一个 coconut 云台，这是椰子云台，那它就是一个碗弓啊， 75cm 的碗弓，然后我们可以快速来调整我们的碗弓的角度，不用在下面这样慢慢的锁，如果拍片的人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把手，那我在展场，他们是说这个把手是给你往上拉，快速调整高度的时候方便使用。那你如果要把它拿来，提着走也是可以，但是就看你个人喜好啦。那你也是可以用螺丝把这个把手拆掉，如果你完全不会用到的话，我应该就会把这个拆掉，因为我喜欢直接抓着云台，然后就是使用我的暴力去调整我的高度，所以就这个应该我就会把它拆掉。然后水平仪脚架上面本身就有一个，
那水平仪的部分，水平仪的部分，脚架本身就有一个水平仪，那这个 coconut 碗工上面还有另外一个水平仪，所以就是有很多很多水平仪。那水平仪的部分，脚架本身有一个水平仪，那这个 coconut 椰子云台上面也有另外一个水平仪，所以就是各种水平仪。OK， 那我们把手拔掉之后，我们有两个八分之三的螺。那我们把我们的把手拔掉之后，我们旁边有两个八分之三的孔位，然后有 NATO 那个 RE NATO 插销，就让你的配件不会扭来扭去。那还有另外一个四分之一的孔位，就让你也是放配件啊。所以有两个八分之三，一个四分之一，然后都有 NATO 的固定插销。好，那我们就快速把我们的把手拔掉。那我们旁边有两个八分之三的。OK， 那我们快速把我们的把手拔掉之后，我们旁边有两个八分之三的有配 RE 固定插销的孔位，还有另外一个刚刚我们把手拔掉这个是四分之一的孔位，它也有 RE 的那个 NATO 固定插销，让你的配件不会这样扭来扭去。然后接着就是我们这个快速调整高度这个板扣，我觉得真的是超级划算，超级大，它这面积非常非常大，所以你整个就是非常容易使用啊。那它边缘也都有帮你作为一个圆弧的切割，所以你不会有什么刮手的感觉，真的是超赞的。那么这个高度调整的这个板扣呢，我觉得它的设计也不错，它的面积非常非常大，所以就是很容易去使用啊。然后它的角度啊，它的形状也用得非常